南无龙王回向护菩萨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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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听众，大家大好。咱继续要伫五十六页、五十七页遮来甲各位讲一个五鬼，伊要讲出伊在生做人修行做啥物业。啊，伊呢做的业都是恶口乱骂，吼、哦。啊，伊自己呢？有时阵哦，咱即个造业的人吼，在家人嘛安尼，在家人若看到出家人，拢会骂甲介歹听，是安怎？感觉诶，恁出家人就是无路用人啊！啊，无你是安怎就去出家，对无？我较早呢，民国五十几年去台北挂单，离。一个山尾顶的寺，啊，迄间寺呢，因师父全台湾省几啊间拢无伫个较济，啊，因内底才住三个人，啊，我去台北咧求学，我无地住，我着去甲伊挂单，甲伊借住。你敢知我看到一个吼，我安尼心肝内好佳哉，我这真正宿世仙境来哦。我甲你讲，我这若是即世来吼，可能我着走我那飞了。结果呢，看到一个老菩萨，掼半斗的米啦，半斗米，用迄米袋啊袋咧，啊揢来囥伫因为我是人客客精。因内底人交予因内底的师傅讲：“啊，恁三个是安怎遐贤食啦？哈！啊，我安尼顶阵，我当时才甲你揢一斗来尔，即个食了啊！吼！啊，我听着会惊呢哦，哈！食米还阁予因算哦，吼！我甲你讲哦，即满食半斗哦，啊，迄师傅交代哦，讲哦，叫恁爱阁后个月才会使。”佫叫我甲你揢米哦，哇，半斗米，啊，要互阮食到后下日，啊，三个挂我着四个安尼，吼，三加一安尼，哇，啊，呾系啊，啊，甲看看诶，我讲，我甲你讲哦，迄我有甲你量过哦，你一公斤干来当几箍五，我也听着讲，哈，红米佫过量哦，哇，啊，呾遮严重啊，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就食咱要食的米，譬如讲，你若量一箍米，咱就去挖一寡番薯来掺咯，掺一寡食的物件落去煮，毋得有假，啊无会人甲你量豆的，量藕仔的呢，用藕仔量的呢。后来呢，我感觉讲，哇，啊，这师傅哪会对徒弟安尼修行，安尼嘛是足可怜的吼。逐个食，啊，我即来人兜吼，佫加共食的呢吼，啊，阮着安尼俭啊食。迄个时阵我着阿达安尼想，后来我佮即个菩萨有熟识，我着佮讲，你哪下歹人？啊，迄个走人呢，伊是拜佛，啊，但是伊有听因师父讲经，啊，毋过伊着讲话足粗鲁。伊若开出着三字经，先出来了后才有讲话。我讲啊，你哪能乌白交啦？啊，迄出家人也乌白共骂。我哪有咧共骂？我本来就是讲话就是安尼啊，吼、哦！哎呦喂啊，本来讲话就是安尼哦，啊，就去出交交的，啊，才讲话。我讲啊，你是女将呢？啊，你哪会使对出家人安尼？无啊，因师父交代啊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我对迄个时阵才感觉讲啊，可怜。出家人修行，真正你无慈善，你无家己有经营的能力伫个吼，你真正靠人讲安尼娘几箍要来互你食的吼，啊，你会饿死啦！啊，佫可怜，各位，
啊，无油，无菜，无油，无物件通好食，啊，食的是山菜，啊，是毋是足枵？啊，一顿若无两碗饭，甲哭落，啊，无是要秘密传呢，对无？我问恁嘞，四个人一碗，一顿恁若两个，一个人甲食两碗，你甲讲看，你共食几箍？三箍米，食四个人无够呢，啊，可怜啊！迄真正愈无人甲你控制，无你食吼，啊你愈熬食啦，啊，迄食一顿食两碗饭，拢爱短甲长长呢。那啊有算啥？啊，迄两碗无食落去，啊靠气力无啊，啊无啥通好食，对无？啊，出古早出家人配咸配啥？破布剂尔，啊破布剂搁北涉啊，啊愈食愈枵啦。吼、哦，迄真正实在是真阿弥陀佛嘞！迄泡泡鸡白虾，啊你讲啊，啊泡泡鸡煮个咸咸咸，啊才会当配落配落饭啊！啊，所以各位真正个啦，我无甲恁骗嘞。古早红骂出家人足济，啊出家人会骂人嘛足济，因为有个人吼袂晓想啊，毋知影即个来路物件来路少，啊无迄个来路，啊有个人也较袂晓呢，还家，啊嘛较袂晓，啊所以无怪方面，啊骂起来，古早的人无咧听经，也无人咧讲经啊，啊出家人甲俗家人差不多啦，是穿啥，即领衫穿起来无共款，安尼尔尔，迄讲话嘛拢足粗鲁呢，啊嘛是拢骂粗话呢，啊所以咱有当时啊听听讲，哈，唉。这真正讲，若是无听经文法的出家人，真正是嘛足可怜。为什么他能这样骂人？因为伊自私好贵啊！我豪慢啊，豪放啊，我个性就是安尼开朗啊。而且呢，伊自认为讲，伊有修啊，伊逐项拢捌啊，恁拢饭桶啊，恁拢唔捌啊，所以他骂人就骂得很厉害耶。伊自认伊有知识啊。所以恁这拢食了米的人啊，啊唔紧死死的啊，啊食了米的还愈未死呢。我甲你讲啊，食足好个才会紧死，食了米的拢未死。为哪？伊也无啥物物件通好食，也无毒品通食，也无迄落化学品通食，拢无啊。啊，就食的是饭尔，啊皮的就是番薯叶啊、番薯啊，啊番薯、番薯叶拢解毒啊，稳未死的，会解毒啊。哦，啊，所以故意，迄真正是吼，防骂甲吼，迄吼话人苦毒人吼，是骂甲足歹听。啊，毋过呢，你为着生存，你嘛是爱食落去啊。所以因为三业不清净，所以会造下着无量无边不善的根本啦。那么如今，即个鬼。伊咧讲到伊过去在生做人做出家人诶时阵，有可能伊是咧，若毋是主持着当家，无着苦头，即三种人较会造业。所以哦，出家毋通想要做主持啊，啊嘛毋免想要做当家，免争啦。啊，你若要造业较紧啊啦，吼、哦，啊你吼、哦，有诶人为着要争取做主持做当家。较大，揢较会着，用较会着。你戆啊呢？你户口经去看看咧，对无？你看即落鬼，就甲你讲啊，遮清楚啊，贪人啊，食人、客人，拢着呢。啊，你若安尼，你讲你出家有啥物路用？就爱去做鬼啊！所以这个鬼才讲啊，讲吼，伊如今对哩这个五鬼道中呢，惨受痛苦啊！伊追思回忆在生做人的时阵所做种种的恶业，后悔莫及哦。如今呢，无法度通去弥补啊，已经接受着制裁啊嘛，现在所受的苦。伊有当时啊，受啊挡袂牢，伊安尼甲你讲哦，讲我宁愿拿一支内刀对家己的喙齿甲割断。你看偌痛苦，是安怎伊要割断伊的喙齿？因为
在生做人，这个嘴伤爱骂人，伤爱讲歹听话，伤爱呢造孽，所以呢，这个嘴造加口孽，害伊今仔日做鬼的时阵，才一身躯太高烂了。你骂偌济脏话，你的身上就得到多少的肮脏。所以你若骂人，骂愈歹听，骂愈恶毒。你规身躯拢迄种物件，你骂去的物件，拢总我着甲你讲，贪婪屁上看天啊，屁落啥物，国者对家己，拢伫你的身上。所以伊讲吼，伊在生做人爱批评出家人的堂弟啦，所以受苦的时阵呢，你敢知影堂弟都无限定，将劫至劫啊，对无？你受偌长毋知啊，你。伊讲啊，对今仔日去的时间算起，我受苦搁偌长的时间，我嘛甘愿受。但是决定，你拜托你甲因讲，毋通用一句一言来诽谤别人的善行。这鬼嘛有蛮有佛性的啦。伊做鬼遮痛苦，伊还阁会困难呢。所以伊讲，我已经体会到遮以上的苦啊。希望满足尊者，你若转去到阎浮提，阎浮提就世间啊，用我所受的苦的苦惨形体，你甲遮世间人警告，尤其甲遮的出家人。BQ 尼以及三宝弟子、在家菩萨，你拢爱甲伊好好甲伊讲，教因着保护因的口德，毋通做口业，毋通有过失，毋通妄出虚言。若做了即个口业，将来着像我安尼哦。所以委托。这位尊者讲最重要的代志来交代你，希望你若看到遮世间出家人有乞丐无乞丐，只要现出家相，安尼就已经足无简单，你就莫甲伊加以批评。出家人有收无收，也毋是你去甲伊骂，因为伊家己爱受着因果制裁。伊家己受到因果制裁呢，安尼，伊家己做，家己去接受，不自评。所以出家师父的行为德行，就算讲你出家啦，对无？但是你无修无行，在家人比你有修阁有德，阁捌比你阁较济，啊，奉劝在家人毋通做即个口业。啊，恁呢？毋通去轻视出家人前骂后骂，叫做骂字嘛。假若遇到世间有人咧骂出家人的时阵，你爱甲伊讲，我予因看，哦，我就是迄个鬼啦。伊讲你爱甲因讲，我伫即个第五鬼道的受的痛苦形状，你爱告诉世间人。因为呢，口业受着鬼身，所以要受苦无数千万亿劫哦。终日敬业，无通好休困哦，必受错毒之苦哦。毋是干那安尼，假使鬼报若受完，爱搁堕咧地狱内底去受苦。当时迄位五鬼。伊讲完了这话，予尊者听了后，伊大声痛苦，安尼哭出声，哭到安尼足大声，做家己呢，怎把这个身躯呢，怎弹咧这拍咧这涂骹？伊迄个拍落迄个声音呢，敢若大山崩落来，如大山崩下来，伊是非常痛苦。所以，伊希望会当透过尊者来警告世间人。各位，听了经中口业的因缘，当然各位要注意，迄个鬼已经甲咱讲，讲伊做伫世间做人的经过，希望
咱毋通亲像伊安尼。有个人家己爱讲话，自己修养也毋是介好，啊，个性较偏激，所以习惯呢拢较歹，爱讲人个闲啊话，啊，无咧讲家己个啦，伊无咧骂家己，拢骂别人。啊，有当时啊，有个人是乱骂乱批评，虽然出家人有个人有毋对，无修。但是伊家己将来因果家己的制裁，伊家己毋免着因为伊，你也着爱拖累到去五鬼倒去。你太，你安尼牺牲伤大，所以这叫做无私野私，奉劝各位学较巧咧哈。看到无威仪的出家人，看到迄个破坏佛门形象的出家人，无修改的出家人，咱就自己家己知影讲啊，即种人就是要拖累佛教的啦。啊，咱嘛无必要借咱的嘴去甲伊骂歹听话，因为咱若甲骂歹听话，伊若甲你讲一句讲，我是法师呢，你骂我。对吧？安尼你加了诶，因为出家是自由职业吧，对吧？所以伊若要自投恶道，咱着记得爱修口德，迄个鬼呢才会当早去超生啊。如果咱若是无呢，安尼迄个鬼袂当超生诶。所以各位学佛以后要学聪明一点，因为出家人呢。各色各样都有，有的人呢出家不是真心出家，是借这个出家的形象，来度过他的生活，所以每天都是去化缘呐，去托钵啦，有的人呢还很难看呢，曾经都有人告诉我。啊，师父啊，那个托钵的师父穿你们这个衣服，怎么要去嗨山点吃东西？不脱掉。你讲他，他还很凶哦，你管我？有些这些人呢，让人家都看不过去。假的出家人他很凶，他可以骂人，甚至于呢，他很不客气的讲你。真的出家人他。其实去托钵，他也是有一点修养。那么呢，会告诉你很不好听的话，那个都是假的。避免他是真是假，我们闪开就好。我们不要跟他共业，不要因为他我们看不下去讲他，我们又造一条这个口业。所以，进而言之啦。这个是我们基本条件概念。那么为什么佛教为什么不管管呢？这些人呢太没有形象了。各位记得，佛教会管不了，佛教会哪会管这？那么呢，警察他不是现行犯，他也没有跟你抢劫。如果他硬着抢你的钱，他就是现行犯了，是你自己投下去的啊。你自己要投就他不是现行犯了，警察也无法取缔呀，所以自己要想如何去避免这些造业。那么个人造罪，个人受了。你不要讲啊，他为什么要出家啊？穿这个出家衣服就破坏佛陀的形象，他的业呀，他今生这样做。如果是虚伪，有的人还讲啊，你拜托啦，我还要还债啦，我孙子欠钱很多啦，我也欠很多钱啦，你帮忙我啦，我要养孙啦。你看这些人，你拿十方信徒的钱来还债来养家，那你将来，你看这个恶鬼他已经给你看啦，你不怕吗？做人就这么辛苦了，你还要做鬼啊？那你做了鬼以后，你又怎么样？我看还有一些出家人呢，他住在寺院里面哦，他真的去出家哦，住在寺院里面。如果哪里有法会，哪里有热闹呢，他就去托钵。
难道常住没有给他住，没有给他穿吗？没有给他吃吗？有，就是他要这些钱来作为他的财产，所以这个叫做贪呐。那么这些人呢？你说其实是出家有什么用？没用哎，很可怜。既然要出家，很难得，现这个相更难得，所以现在受戒戒场，每一次戒场淘汰很多这一种啊。那么佛法讲因果，因果是因律，因律的因间的戒律，到时候死了自有自产。所以我们各位，我们看不惯，我们看了实在讲起来已经看不下去，太多的事情，可是我们呢也无能为力呀。因为信徒要自动自己要送给他，信徒你怎么给他，你都没法度给他。他如果看到偷钵的人，他自己就在那里学，在那里学，对吧？啊，这就是他的慈悲的一面啊。啊，他要跟他共业，我们也没办法。所以我希望各位看到这个恶鬼，他在讲到他的假货情况，各位，希望我们想一想，你既然是出家，你穿这样出家衫，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？而且托钵在外面，你怎么托我们不管。哎，圆照寺老个招一丁来，招百外人来，吐到让这信徒走投无路。你有给师父钱，不能还我也出家人了，你为什么不给我？欸，你也没想说亲门大户，你这样做敢对？对吧？所以他没在怕因果啊，他感觉他就是应该啊，他就硬要爱吐啊，爱这些钱啊。所以各位，咱若离看这个经内底咧讲，实在讲起来，唔是讲，哎呦，阿卡拢喺因果经内底讲，拢出家人啦。你甲看即马出家，离外口吐蕃有偌济啊？他们形成一个团体耶，哪里有热闹哪里去呢？啊，所以你甲想讲，业就是安尼做啊，啊，就是爱看恁遮信徒有智慧甲无智慧啊。你若有智慧，就要害伊造业啊！你若无智慧，就害因啊！所以各位，学佛了后，我们听经闻法，尤其龙凤禅拢讲因果，咱一定爱提醒自己，爱如何去维护三宝，啊，按怎来造业会害到出家人，啊，甲会害到家己造因果，啊，所以这的问题，希望各位见仁见智啦。我知影讲有个人足慈悲啦，你若讲吼，讲到这啦，我知啦，伊这假啦，我唔得，不过吼，无予伊怪怪啦，心内喵喵啦，对无？所以很难讲。啊，要讲呢，人讲你诽谤啊，啊，你就是安怎？啊，你若唔讲，啊，师傅你也不讲，我哪知影这拢唔是恁的？所以各位小心开智慧啊！这个恶鬼甲咱讲了因果，我们更加一懂了一层。好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了一见闻者，受烦恼提心，尽处一报身。同生极乐国，南无忏摩会上佛菩萨。